嗨，母子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副总编辑连世尧。大家好，我是编辑安俊。今天呢，大家会看到我们又回到了棚内版的早餐汇报。我上个两个月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外景版。棚内版呢，我们一样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月值得大家关注的古典音乐新闻，还有我们这个月的网络特辑。Music Read News Top 5。Top 5 90岁的失智症患者弹奏月光。其实这个新闻比较软，看那影片你就会蛮感动的。一开始那个阿嬷，你问他说月光是什么，他还说哦，月光我不记得了，就一弹就是月光第三乐章，出手就记得了。当然你要说他技术还有多好，其实没有到很厉害，当然还有一些瑕疵，可是你会知道他还是记在内心的深处，他还是记得的。所以这个艺术真的是伴随我们的一辈子、哦、那在 Top 4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那时候我一看到这标题就觉得 OK， 这一定会是一个大家可以站起来吧的新闻哦，求战的老题目。对 ，BBC 呢最新评选世界十大交响乐团，有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柏林爱乐、布达佩斯捷信管弦乐团、哈雷管弦乐团、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伦敦交响乐团、洛杉矶爱乐、国立圣塞西利亚学院管弦乐团、皇家大会堂管弦乐团以及维也纳爱乐。虽然念这么快，不过大家不知道我们发现是，美国乐团就一个，只有洛杉矶、啊。我觉得这个毕竟就是一个英国人选出来的嘛。BBC 选出来，可是我觉得 BBC 很有趣哦，他没有选 BBC 交响乐团哦，避个嫌，避个嫌。他这次其实没有排名的啦，但是这样的名单，都会让大家为什么没有这个，为什么没有那个，而且同时他一个亚洲乐团都没有选啦。对，可以看一下，也许是新的趋势，也许也跟疫情有关系。那再来呢 ，Top 3是当钢琴被换上吉他的琴弦。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有一个音乐家他突发奇想，想说钢琴竟然都是弦，那为什么这些琴弦不能被换上吉他的弦呢？所以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哦，他其实花了好几个小时，先去把钢琴的琴弦一一的拆下来，再把吉他的琴弦呢一一的装上去，而且装的时候还经常断了，因为其他的琴弦其实比较细啊，撑不起。装完之后呢，一弹，其实我觉得那个声音蛮有趣味的，你会觉得听起来有点像吉他的声音，可是呢，因为吉他我们用拨的时候，大概声音就是维持个三秒或五秒，可是它因为是钢琴的关系，所以它一下子那个声音就很开阔，延续很久。那有一点点像竖琴，然后呢，你大概听它弹个两分钟那弦就开始断了。它装了超过一天，但是它弹不到十分钟，这个是因为吉他弦的关系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那在 Top 2呢，是英国三分之一职业音乐家考虑转行。这个新闻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心酸吧。我后来认真的看这新闻，还不是考虑转行，他们基本上是已经决定要转行了，而且他们是说 anything but music， 我做任何行业都好，就是不要来碰音乐了。对，那这当然是今年疫情的影响的关系啦，而且尤其像现在什么社交禁令啊，那根本就很多地方是不能演出的。像里面有提到说，政府都是把钱投给那些表演场所，让他们继续可以维持下去。可是没有演出，这些表演艺术工作者也不会有饭吃啊。对，没有办法落实到他们个人身上。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那我也可以呼吁大家像今年我也觉得我好像听比较多音乐会，因为我会觉得很难得还可以很正常的去听音乐会，所以大家也更应该支持一下在台湾的音乐会，还有台湾的音乐家，各种形式。因为大家如果希望疫情过后我们还能够享受美好的艺术的话，那我们要先帮他们活下来才行。那最后 Top 1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小提琴家凡格洛夫宣布确诊。那这个新闻呢也没什么，他就是这样子，就是凡格洛夫突然有一天 PO 了社群网站说我确诊了这样子，那就引起大家的回响。对，大家就希望他健康的恢复，再不负众望，很快就好。大概两个礼拜他就已经有演出音乐会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俄国人战斗民族果然是不一样。那好，其实这五个新闻呢，我想大家就是很快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还有个重点是，其实我们十一月有做一个网路特辑，那叫做今年也是我们的年，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Music 网路特辑精选 Top 3。我们最近做的网络特辑呢，叫做今年也是我们的年，音乐家的生卒交关一月间。其实这个特辑呢，我们 Music 的老读者可能有印象，以前我们做过一个30音乐家的特辑，在 Music 的杂志上面连载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今年也是我们的年呢，其实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今年是贝多芬250周年的诞辰纪念，可是呢，除了贝多芬，其实还有很多的音乐家，包括跟贝多芬同时代的，或者是比他稍微久一点，
300年的，年轻一点200年的，150年的，这些音乐家呢，平常我们也许不是常常听到他们的名字，在我们的30音乐家里面呢，也没有露过脸，可是他们在音乐界其实是很重要，而且呢，与其他的音乐家，包括像贝多芬，彼此有相关，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特辑里面叫做声足交关，请我们的龚士耀主笔，还有他推荐的汪玉书主笔为我们合作，向大家用30篇11月每一天一天一篇的篇幅呢，跟大家介绍这些可能没有听过，但是其实很重要的音乐家。对，我们在想象这个特辑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个巨大的贝多芬雕像，然后后面就很多音乐说，哎，等等，今天也是我们的年呢，我们是50啊，100、200。那我们其实这里面精选了3篇呢，觉得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的特辑文章。第一篇讲的安东雷哈，其实他跟贝多芬是同年出生的，250岁的周年诞辰。那他跟贝多芬不但同年出生，而且呢，两个人都在同样的地方工作过，两个人彼此也认识提携。那安东雷哈有两个最重要的地方哦，他是木管五重奏之父，他是被誉为继莫扎特之后对于这方面是最有贡献的一个作曲家。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门生众多，随便念名字大家都会吓到，包括白辽士、古诺、李斯特、保利娜维亚多夫人都是他的学生。对，那其实我觉得，因为贝多芬的这个光芒太闪亮了，你会忽略太大了同时代这个音乐家，所以有机会来听一看雷哈的作品。那讲到这个门生众多啊，我觉得另外一则也蛮有趣的是法国管风琴双大师哦，他们两个都是150岁的名单，一个叫做杜内米尔，一个叫做维尔纳。刚好呢，最近我们有一个魏武英新的唱片发行，这张唱片呢，这个管风琴家呢，他就是弹了刚刚我们讲的维尔纳的作品，以及维尔纳的老师，同时也是杜内米尔的老师，叫做魏多的作品。这个魏多老师呢，让这两位管风琴大师还是学生的时候，一上课就吓到，有好多需要探索的地方。也许也是因为这样子，造就了他们这两位后来的大师地位。对，所以不管你是哦看了这部文章，你可以找那个专辑来听听看，或者是你听那个专辑会想说，哎，为什么这个管风琴天后要弹这两个人作品啊？也可以找我们文章来补充一下。对，其实法国的管风琴哦，大概在18世纪的时候，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没落，能够重新爬到今天，我们还会常常听到圣母院的管风琴师来台湾表演这样子的程度，它是有原因的。在这一篇里面呢，其实都有讲到。对，而且这篇里面他们两个人的生平啊，我觉得很像是顶尖对决，就是同时也一起学习，但又一起竞争，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弟子去抢他们所有人的工作。对，反正就是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最后一篇呢，其实我很开心看到这次的这个特辑还有华人代表。对，我们这30天里面的唯二的华人代表，一位呢是学堂乐歌之父沈星公的150岁诞辰，以及大家可能有听过的红衣大师李叔同的140岁诞辰。对，我想李叔同大家可能会熟悉一点点哦，因为他其实不是只是在音乐，他其实在很多领域，像是艺术啊、绘画、书法等等，对他都有一些成就。但是这个沈星公是谁呢？沈星公哦，之所以叫做学堂乐歌之父，其实他在我们的音乐史上面，尤其是清末民初的音乐史上面，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拓者、先驱者的地位。因为他自己不只是到了盛宣怀开办的当时叫做南洋公学，就是在清末的时候非常早期的中国的新式的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他不只进到这个公学里面来学习，后来到日本又做了音乐的学习，把他学成的成果呢带回来，又回到南洋公学的小学里面开设了最早的乐歌课，也就是后来我们唱游课或是音乐课的前身。嗯，那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哦，华人的社会一直以来这个音乐啊，你说虽然是什么乐经，但也失传了。对，失传很久了。然后所以好像这个音乐一直都不是在正式的教育课程里，那真的是沈星公把音乐带回到了学校课程里面。对，而且是中西交流式的，比如说很多时候是外国的曲子补上了中国的词，这一些像沈星公或是李叔同这样子先驱者担任老师的角色呢，他们就会注意到怎么样把外国的词跟中文的音韵还有中文的意境结合在一起，所以也留下一些我们今天仍然传唱的作品。那其实这次的特辑当然不是只有这3篇，我们就是30天哦，11月每一天都PO了一篇，这些当然也都没有过时啦，即便你明年去看，他们仍然还是很值得大家看的内容，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看一次我们这次的特辑，叫做今年也是我们的年。好，那母记早间汇报下次再见咯，拜拜。今天早间汇报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麻烦帮忙按个赞或按订阅开启小铃铛，有任何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那么我们今天早间汇报下次再见咯。